结合趣味、体适能及流汗排毒的闯关游戏，让大小朋友玩得超开心。我感觉很好，有这个成就感，很棒，很棒。在国门广场登场的国民体育日活动，闯关的关卡超多又有趣，连市长谢国梁都忍不住下来挑战。闯关游戏啊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过槌球的朋友来体验一下。我们以九宫格过球门为准啊，让大家在九宫格里得到分数的一个喜悦的感觉。还有跟着恰恰律动的拉丁体验。国标舞是我们闯关就跳恰恰恰拉丁舞的舞手里面的恰恰最简单的。还有绝不能把球掉下来的平衡感考验。我们柔力球这一关是考验我们的柔软度跟平衡感。每一个关卡都趣味十足，就是鼓励大小朋友要走出来活络筋骨，运动排毒。九月是我们教育部明定的国民体育，今天是九月要开始的国民体育，我们在这地方有办很多的活动，包括国力健康舞、柔力球、太极拳、瑜伽、槌球，还有我们有氧运动，有20项的体育活动，希望所有的市民来参加，而且还有闯关，只要闯关过的话，我们送一个精美的纪念品，大家来运动，身体会健康。迎接国民体育月的第一天，融入趣味的体能挑战关卡，让大小朋友活络筋骨，还可以拿礼物。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，跟温度一样。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你们这样子在太阳下真的很辛苦。那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我们基隆变得体育更好。我们今天要发言简短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瓦当瓦当爱瓦当。爱瓦就爱当，所以佩翔在这边也会尽力全力来协助我们市政府，来去把我们这个运动喜欢运动的风气，透过不同种类的运动来把它发扬光大，让我们基隆市的我们所有市民们可以更热爱运动，更健康。爱运动更健康。9月7号礼拜六登场的全国健走活动在外木山登场，欢迎市民好朋友携家带眷加入运动行列。9月7号，欢迎大家来健走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